先生你好，请问一下你今天要做什么服务呢？我要洗头，你们这洗头怎么算？我们洗头的话是250，基本的话。250怎么那么贵？外面不都100块左右吗？因为本店我们使用的是国外进口的洗发精，还有润发乳。我不管你怎么国外不国外的啊，算了算了，就洗头吧。好，那先生这边请，包包交给我就可以了。先生，请问你要喝茶、咖啡还是水？给我咖啡吧。好，您的咖啡。好，先生，那我们后面请。啊？你们按摩就只有这个样子吗？不是至少都要10分钟左右吗？基本上我们在按摩这个部分会着重在我们洗头发的时候，所以算了算了，真是又贵又没有享受到。先生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毕竟每一家店的服务内容都不太一样。先生，那我们后面请。不对，你的头发不是这样子洗，来，我示范一次。你不是只是一直去顺而已，好不好？你要去压到那个头皮里面。哦，来，再试试看。哎，你回去有没有对那个墙壁练习？你的手指头没有，难怪你的手指都没有力。你回去要去练习，不是洗头发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，好不好？这基本功哎。回去要练习了。